较期待是男宝宝还是自己比较喜应该是女生，因为我们家都是我们是三兄弟，所以一直想要有一个妹妹。可以分享一个即将当爸的心情吗？非常的兴奋，一开始其实蛮紧张的，因为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准备好，你知道吗？就当爸这件事情是蛮就是进入人生另外一个 level。但最近很多身边朋友其实也都有小孩，然后跟他们一起玩啊，跟互动，就越来越兴奋与期待，因为我觉得小孩真的是一个很美妙的一个事情。所以你第一时间知道的时候有感动到哭吗？是什么反应？是就有点惊讶，因为就是我们原本说顺其自然，但就真的非常的很对，很突然，但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惊喜。有比较期待是男宝宝还是自己比较喜应该是女生，因为我们是三兄弟，所以一直想要有一个妹妹，但现在很希望可以是个女生。那老婆她自己？她自己哦，她好像也希望是女生。女生先帮她取一个。目前还没有，有在想，但我觉得最后要看到宝宝的脸，来让她去决定她名字叫什么。那老婆现在肚子会有一些动静吗？还是？目前还好中。我们在去年有比较低调的先登记结婚，其实蛮快速的，哦，一切都很顺利，然后我们也希望之后会一个很浪漫的婚礼，